现在你可以设定你的喜好，将滑鼠移到 Home Button， 选择 Set Preference。 你现在正在 Set Preference 的页面，你现在可以更改你的语言，在 General 的选项里面拉到去 Localization 的部分，你可以在这里更改你的首选语言。你可以将语言由英文设定为繁体中文，按箭嘴，然后选择繁体中文，将 Search Sorting 的项目保留为 Language Specific。 请注意 Help Center 的语言只提供荷兰文、英文、西班牙文和日文，所以请选择 Help Center 的首选语言。你不用理会 PDF language， 因为你不会见到很多 PDF。 将其设置为空白选项，记住始终确保点击右下角或左上角保存。恭喜你，你已成功更改语言，并学习怎样更改 preference。